接下来带您来参观高雄国际珠宝展。这次的2018年第五届高雄国际珠宝展暨母亲节精品首饰嘉年华在高雄展览馆璀璨登场了。现场共聚了200多家国内外珠宝业者，搭配了传家宝精工设计赛、舞台走秀、珠宝鉴定及咨询的服务。那精工比赛，让所有观众就知道台湾的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精神，那然后可以创造出好自己美好的东西。那母亲节这一档，我们只要是能进到台湾，最感人的就是孝顺两个字。所以在母亲节前夕，我们在高雄举办这个，也要让高雄跟台北一样可以发光发亮。好，谢谢。台湾区珠宝工业同业工会萧新才说，一年一度的高雄国际珠宝展由台湾区珠宝工业同业工会所举办，是南台湾年度唯一专业的珠宝展。今年更有来自日本、意大利、香港等海外厂商及顶级珠宝设计师共同参与，还有首度来台的缅甸业者，要将最璀璨的珠宝在年度的盛会一次呈现。时报新闻王天成、陈义尚、郭义文，高雄采访报道。